给我，给我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为我。没关系，等一下用手机传阅一下吧，我们放到群里面去。好的，谢谢你们。嗯，我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拥抱一下，今天没有这个。奶奶，很开心。哎呦，越来越年轻。谢谢啊。啊，你不给我，他，你叫他这样。生日快乐。啊，我对你的时候要把这个拿下来。为什么？这关系这个什么事？因为我想帅一点。谢谢谢谢，因为这些都是他来帮我准备的，谢谢。然后我觉得我此刻我就觉得用两个字可以形容我现在心情，就幸福。然后从下期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红绳也没有了。嗯，我不知道以后每一个人你们会怎么样，但是我想，如果我们没有红绳了，下期的约会我要再去想。我要去想好多好多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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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导张导，你们没事。你们有没有想法？就是如果没有红绳以后。啊啊啊！他们全他们在。没关系。在，能不说了就一次。他说很习惯了，太舒服了。我就想希望下次见面的时间可以快一点。嗯。尽快见面吧。对，尽快见面。下回见面，希望你们领到机会证。啊，祝你们幸福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就是希望下一次，其实我不是说下一次啊，我是其实希望大家还可以再聚一次。嗯，很难得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一起，不管是运动会哈，或者是第一次在三亚，我觉得就有气氛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很好玩。你们快点结婚，我们就快点去参加婚礼，嗯，这是最好了。真的，我包大红包。哇，我真的包大红包，真的，我们送红包都送的还蛮大的。真的，我们不像黄灿盛只是这样子的啊。对啊，我们会大红包的，真的。你们要结婚的时候，真的。好了，好了，最后一说让你说了。啊，我没有，我已经说完了，我忘记了。啊，你对我没有话说了。你 ending 你 ending 对啊，你看我刚刚就是这种感觉。说。没有，其实就是。之前都是他一直在为我准备，然后一直都是他为我准备一些 surprise 啊什么东西，但是这一次就是正好是他的生日，而且又正好我们就是都在一起，就很开心，希望大家都一起可以一起帮他过生日。我相信他可能一般都在剧组大家帮他过生日嘛，所以就是第一次就以女朋友的身份来帮他过生日，希望他能就开心。好傻你干嘛、啊、他说的很多话都特别的像是一种那种发言人的那种感觉，特别傻，特别的正儿八经在说一些话。就人多的时候我不太会说开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。